你是男人，他要来出来哦。我问你，你亲了徐婉婷没有？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下，你亲了没有？是男人敢做就敢说。你下去吧，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男人你做了，你不敢承认吗？不是不敢承认，我问你，你做了没有？我不是不敢承认，你做了没有？因为你做了没有？因为亲他跟有没有是有没有？没有。好吧，没有。没有那我你要硬不承认说这没有，那我就没无话可说了。因为既然他能来，我不管他那个钱要不要，要不要给。反正拿了是拿了，他能站上来，他真的喜欢他，让他说出他的道理，我心服，你让他说。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儿，你在这儿向他道歉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原谅。否则的话，你以后跟于婉婷之间的关系，一定是一落千丈。有吗？这个观念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。如果他能真正能站出来。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，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啊，是吧？我既然来到这一刻，我就想看到。我们为古大风鼓个掌。另外，我再问你一下，亲了没亲？亲了没有？到底亲了没有？是男人就说亲了没有？干嘛？还把我拽在边上？不。